台湾的美容教父牛尔第五次造访大马，为自创品牌 Naruko 进行一连串的推介宣传活动。2月14号这天举办了记者招待会。已经44岁的牛尔老师皮肤依然容光焕发，但却一直谦虚地说自己老了，并表示自己即将会在2年后淡出目前工作。Naruko 是牛尔老师一手包办的自创品牌，从精华挑选到包装，他表示自己没有做特别夸大的宣传，因为好的东西自然会有人买。他也特别强调要感谢一手提拔自己的好朋友蓝青梅，因为青梅姐已经不再出席任何的公开活动，但却是分文不收的向外推荐 Naruko 以及出席牛尔老师的慈善公益活动。这里还是要感谢青梅姐，因为那时候他就给我一个 text message， 他就说你是已经变成了很久了，所以要代替他成为这个爱美的使者。后来我就有一个 inspiration， 我就做了一瓶这个妈妈 cream 来纪念他。那这个妈妈 cream 呢，我们准备也全部捐出去，捐给台湾一个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纯美的艺人机构，让他们能够恢复美丽。刘老师也透露自己即将淡出幕前，也说了不可能开录属于自己的美容节目。他说自己生性比较害羞，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容易紧张。隐居幕后做美容保养品以及慈善活动将会是牛尔老师接下来的计划，到世界各地收集美容素材还是他所向往的，但他不排除以后将会参与电影演出。牛尔老师笑言感觉自己在马来西亚比在台湾还红，非常感谢大马粉丝的支持，如果有机会他将会研发专属大马人的护肤产品来回馈粉丝。我坦白说非常谢谢这个大马的朋友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在这边好红，我觉得我在这边比，那你真的好红啊，比在台湾还红，比在这个 Mainland China 还红，所以我非常感谢大马的朋友，所有大马的朋友，包含媒体先生小姐。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就是说将来我也跟 CK 谈过这个事，如何呢能做一个属于大马量身定做的产品。哇哦，所有的大马的女性就是呢，好哎，都是这个大马的精 serum， 大马的精华液，大马的这个面霜，但是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个护肤的原料，我们叫做 A，就是当地大马这边更发展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把它扩散到全世界，让大家都知道大马有这么好的护肤的原料，然后让大马的这个农业也变得很好啊，又可以节能减碳啊，那还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再找一个基金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做一些善事好事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的秘方除了说心态很重要之外我每天呢都会吃很多的水果，我们平常如果你吞的是这个 vitamin C pills 啊。然后你身体呢只能吸收不到 10%， 可是如果说我们吃这个天然的水果，比如像 orange， 像 strawberry， 或者是 kiwi fruits 这种天然的水果的话，我们身体吸收的就是 100%， 发现了白木耳里头的，它里头的这个主要的结构是一种粘多糖，类似这个 hyaluronic acid， 又称为玻尿酸，但是呢这个白木耳里头的这个结构呢比玻尿酸多一倍，也就是它的保湿效果比玻尿酸更好。那另外也鼓励大家多喝鸡汤那鸡汤呢我都有的时候懒嘛，我就会直接去买这个鼎泰丰的鸡汤，那一买呢就买那个冷冻的10碗，然后呢要拿出来加热的时候就把上面的黄黄的那个油全部把它撇掉，然后再加热再喝，有健康就好，因为里面全部都是这个 jelly，就是胶原蛋白，是最天然的东西。我的东西绝对货真价实，你可能用它的闻了半天也闻不出来哪里是美加利亚，闻的只要一擦就知道有这个美加利亚满满的这个香味在。就是我们那一种是的，真的很香，应该还是很香的。对。南乳口一切讲求环保与实惠，单单是个包装盒设计就已经别出心裁，物超所值，适用于任何年龄层。那我这个 AMP 的意思是现在很忙嘛，对，早上可能这样子随便乱抹个2下就出去了，对，那你可以一边打电脑一边擦头一边，所以 24 hour AMPN is your skin care time，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用 AMPN 的护肤品。那再加上说它比较强调迅速疗效，所以这里头呢的成分呢
是比较多的成分是比较有这个使疗效更好的部分，有点类似这个医学美容的效果。那所以呢，里面铝丝绒的包装呢，都是用这种所谓的铝塑软管，它是由五层的铝塑膜做的。什么叫铝塑呢？也就是空气呢，然后我就举个例子，把它挤出来，空气呢进不去。我们一般的这个护肤品，比如说是三年，对不对？那像我们的都是两年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少的这个这个防腐剂的添加啊，所以我们都是两年尽快用完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它不可能会在两年的那一天告诉你说我没效，他懂我意思吗？你绝对不是这样子，它是慢慢效果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。那所以说你在用护肤品的时候要有个观念啊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不要晒太阳啊，赶快盖子要盖紧啊，不要进去空气啊，这些都清楚嘛。那但是呢，如果说像是 AMPM 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讲的话，你就不用担心，你压到最后一下，都还是最新鲜、最有效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它的差异性。那也是告诉大家一般的常识，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牌子啊，AMPM 除外啊，你不管用什么牌子，你最好呢开封之后三个月